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徐老师，哎，秀媛又从台湾来了。文涛，很久没见，好久不见。没注意我今天穿这衣服吗？有啊，我觉得，突然眼睛一阵闪光，这样。他们非让我穿。烧包？不是烧包，他们非让我穿，说这叫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是有点那个。像个锁子甲似的哈。哎，知道这电影的名字怎么来的吗？好像什么诗里边来的。农民起义领袖。那个皇朝历史上的那个，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什么冲天香气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哎，我觉得这诗啊，挺有意思。你看这他这种农民起义领袖啊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我不禁想起啊，你像咱们过去有一个年代啊，那可真是百花肃杀呀，说是什么百花齐放，百花肃杀，就留下样板戏。其他都完全没有。哎，不像现在好了，现在自由，怎么忽悠都行。你说这个黄金甲，好家伙，过去咱说是，我觉得年头真不一样了。过去说什么梁启超啊、胡适啊这些人就鼓动风潮，造成时势。现在就是一大导演，就是忽悠社会潮流啊。霍老师说这个片子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是卡斯强，第二是你听到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个气势，就感觉他就端在那儿了嘛，然后又是大导演，然后又是花了巨资，有多少钱？3亿啊，好像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就会期待一个像这样的国际级的大片你要呈现、不期待不行啊，现在是满城尽演黄金甲，其他片都不能上。全国的数字影院签一家，什么三峡好人，深圳我看报纸登了嘛，很多人在抱怨了，电影院其他片全抽掉呀，全部垄断，三峡好人就被迫改成胶片放映，因为数字影院不收，这叫满城尽演黄金甲，你没得选择。这个是政策吗？对啊，他这个是商业合同，他说起来是商业合同，他说影院没办法唯利是图啊，觉得他很难卖座。哎，这真叫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对，我花开时百花杀，这算不算垄断市场？那么有人现在这样投诉商城啊，那个另外一个片子就在投诉刘德华他们演的那个，对对，他们就在投诉。不过这个徐老师说的未免有点这个严肃了，对吧？我也期待，我期待。其实我早看过这个电影，我当时我发现咱们老搞舆论的人呢、有时候现在我能感觉到这个舆论的脉搏。大概一两个月前，我就预测，我说这个电影，放映的时候会引起一个什么呢？全国人民的性高潮。性高潮。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乳房。以前有歌嘛，什么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性高潮。徐老师好，你没听过这样的歌啊？我真新高潮，你们就听错了吗？新高潮，我们不知道。鼓动风潮造成时势，你不知道？徐老师，我觉得挺逗。不是他闷闷，我说的是掀起了大片的一个新高潮，说错了吗？没错，完全在。徐老师啊，私下里跟我说的话，他都不在电视上说，因为他特文雅，就你们台湾人说的闷骚型的。你说，我觉得最逗的就刚才他说啊，我昨天在网上看有个观众说看黄金甲。从头到尾我下边都是硬的。网友有这么一个网友。但是我说这就是性高潮。我倒没有，我跟你说就是。他撇清，他不是那个中国人里面的。我倒没有。因为撇清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你有障碍，你是什么地方不正常吗？我是有点不正常。淫者观之以成淫，圣者观之以成圣。以前有整整一代人呢、就是有生理反应看电影啊，都是看一个最革命的电影叫列宁在1918。那也是什么性高潮？那里边有一段天鹅湖，在那个时段，那一段天鹅湖啊，使得整整一代人的性启蒙就在那个时候。因为跟整个环境，而且呢，那个天鹅湖，我后来看过无数次天鹅湖，脑子里都想着那两个水兵啃鸡腿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占领了一个什么城市，就是列宁在1918的那一个片段。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跟电影没关系。这就是是这个东西，就是社会主义新高潮啊，它是个话题。就我听一个芭蕾舞团的团长那天还给我感叹说，哎呀，我们倒是芭蕾舞现在很繁荣，但是现在看完芭蕾舞之后，我听出场的观众都在那数，就在天鹅湖到底是48条大腿呢还是56条大腿呢，对吧？在那数大腿。这个，所以这不是出于张导演本身的意料，这是接收美学出了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这个观众的主观美学，你比如说那天他们问我看了什么感受，我说你们一定要去看看，我估计票房差不了哈。奶子赢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奶子赢啊！
为什么我脱口而出这个奶子营？我后来想，我这词儿这个字源要文雅一点，叫乳房。从哪来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秀媛，你也不知道北京的地名。我每天上班啊，我开着车，往往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。那辆公共汽车写的是从哪儿到哪儿呢？就是从菜户营到奶子房。就那两个字吗？就这两个字。后来人家老北京跟我解释，说没错，他就是这样。菜户营原来就是种菜的。嗯。奶子房，那个北京啊，你像皇宫里都是用奶妈啊，用好多奶妈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奶子房确实是管理奶子的，就招奶妈啊、嗯、这种选出最好的奶妈就奶子房。可那个电影里边那些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吧。宫女演的那些角色，我很好奇，你刚刚说其实这个可能不是张导演的本意，但那个时候其实研究史实，唐朝的美女可能是那样，但是现在拍这个戏真不容易。你知道中国人的营养我没有想到这么好哎。嗯，因为营养，因为你知道现在用这个标准，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嘛，大家有个资料，没错，人家是我们现在的大陆人跟以前不同了，我们现在牛奶的摄入量啊比以前多得多了。但不是啊，不不，他们，我有个朋友看完以后，他概括了一句话，用的是现在流行的一句名言，嗯，瞧那白花花的一片。好家伙，好讨厌。先不是啦，人家说是因为现在那个国际的标准上来讲，其实是有一个比例数，因为东方人的身材它就是属于比较扁，然后比较平，然后比较就是比例上面是属于小只的嘛啊、嗯哼哼，但是国外的是45%以上都是西罩杯，然后东方人只有5%是西罩杯，就是我们所谓你要买内衣的时候啊， ABCD、我如果这样比哈，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有点对不起啊，我们要比较嘛，就是说你在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较，要罩杯的时候会有 A 罩杯是最普通的，就是基本上来讲、acceptable。Acceptable 哈、yeah. 对哈，然后 A B C D B 就是 beautiful 啊，那不错，这个讲法我可以接受、嗯、你就叫我我操 A 罩杯我不肯。哎，秀媛，照你的研究这个黄金甲里头这都属于什么罩杯的？我觉得是至少有 D plus D plus 对对对，我跟你说秀媛，就我当时看，我觉得为什么说银之观之以成银，圣之观之以成圣，可能我格调低下，但是我就发现啊它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，你知道吗？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震撼的视觉效果，视觉冲击力。那家伙上千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千个，那么多在那广场上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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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想这个东西，而且震撼性，对，而且真的就是说，你又在帮他大做广告，没错。所以现在陷入了这么一种循环。我看一个报纸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一个报纸的观点，就是说，很多人看这些所谓的大片，我其实不保留啊。但是呢看完以后就骂，骂了呢有更多人去看，有一点自虐的心态，就是寻找一种屈辱感，就像逆向，他们说，他说然后呢在我这个是他说，嗯，然后余下来是我的想法，我觉得我们的人心当中有这种需要，有时候真的要寻找一点就是一种自虐的快乐。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自虐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，就是中国国家足球队。你去看中每次他只要有比赛我一定去看，而且我都知道看完了以后我会很生气，很沮丧，可是我而且骂完一通，下次他跟什么比赛我还看。那现在大片我觉得跟足球的情况颇为相似。徐老师讲的真是发人深省哈，不过咱们现在还是讲球，我们讲另一条。哦哦，波这徐老师最近怎么净来新词儿？闷骚型的。这台香港就叫波的嘛。没错，就是哎，秀媛你有经验，你比如说骑在马上，这玩意儿不能不怪我不欣赏演员。有句话，香港人有句话对女性有点不尊重了，叫粗话，说波大无脑。我觉得可以改一个字儿，就是波大无脸。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我的视线呢，它总是先到他这儿，才到他脸。这说明是男的问题吧？不是，你不能怪我，就是女生也会啊。他很难，你不注意到他那个地方，女生也会。女生也会啊，你会看到，哎，你就会惊讶说，哇，这么美，然后心里其实会有一种又嫉妒又羡慕的那种心情。哎，因为他很突出嘛，他第一个吸引你的就是那。我跟你讨教的是技术性问题，秀媛。技术性，就是中国女人怎么能挤到这儿？好家伙，你感觉啊，一般我觉得中国女人是比较低的。嗯，他挤得好像恨不能从锁骨就开始了，他是怎么能达到这种技术？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在影剧圈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套方法，也就是说你为了要呈现在荧幕上面好看，尤其是穿晚礼服或者穿贴身的衣服的时候，女孩子啊，通常不管你是不是你基本上有一点简单的发育的时候，你背后都会有肉嘛，对，就是你从腋下这个背后的部分，哦，是从背后挪过来往前拉，然后最好用的呢就是那种封箱子用的胶条，
那种黄色的那个土的叫两毛钱撕一块。哦，把背后的肉就给你推到前面。对，从这边，从这个腋下这里。这一次充好吗？往前，往前推、啊。嗯。然后就中间集中，然后再因为你其实主要是露上面这一块，对，就是比较突出锁骨一直到下面这一块。对对对。然后其实最重要是那个沟。就是两块挤在中间的那个沟，那个沟要好看的时候，人家就会说：“哎呀，你看那条沟，就深邃的、不可见底的什么。”那个就是形容说它其实是很有料的。哦、所以用那个胶条的时候，其实第一个原则是你可以把你的身形修瘦。天哪！第二个是可以把它挪大。这可真叫夹皮沟了。但是女人是我们一个是哪个戏里边的？这座山雕嘛，就住在夹皮沟里。你不要一直挤好吗？我们去广告，又没什么料，还拼命挤。现在去一下夹皮的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我一点不夸张，就为什么说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啊？这个电影出现了一个也许是意想不到的，但我觉得它是意想到的，就是全社会网络报纸关于乳房的一个大讨论，甚至还超过了黄金姐。你比如我最近想，大家就开始说了，大小咪咪多大才能算波霸，还有这个手感，什么有弹性的胸部最性感，还有人间距，把那么多女明星现在这网上开始丈量当代女星的胸间距。对，胸间距啊，就是你说的标准。还有什么？有的明星都出来贩卖经验了，说波神推挤半胸秘术，然后胸部挺拔靠双手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家传中医美胸汤，而且那天我听一老人家还感叹呢，说现在这个见不着害羞的女孩子了。我觉得真是有的那个妹妹出来就说，你看。25岁大波波不下垂，怎么介绍经验？哎，不过这个事情真的让我有很大的这种感想。第一个是在台湾的现象，现在哦，就是你所有在新闻的版面上面看，如果那个妹妹是有胸的、有波的哦，然后只要是露一个什么底裤的，她就可以上那种娱乐版哦、新闻版面的头条，说谁又走光啦、见底啦，然后你看那个内衣或者是乳晕若隐若现呐、啊，他就可以超起一阵的风潮，然后这个人突然之间就红了，不管是走秀的价码、演戏的价码、唱歌的价码，轰就往上。但他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实力，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让我这样的人就觉得没胸我就该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觉得你还行，你还行。哎，谢谢。刚刚你又努力了，反正跟你站一个什么基本上不自在。你是想现在看我们节目的，假如是女的。会不会骂我们这样讨论这些问题？不会啊，因为其实这个是女性的心态，我们也觉得不平衡啊。难道真的所有的胸大的，它就是一定是一个标准的美吗？那但是我也常常跟我的朋友讲，比如说文涛，文涛，你认为什么样的胸型是美？你真的会第一个在乎女人的胸型吗？我不是，你是吗，徐老师？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个女人的这个胸啊，真是就是难舍难分的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我一往情深。我是这样，我昨天晚上很想想，就是我跟乳房之间的关系。我一下子想到啊，断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给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我断奶啊特别晚，你知道吗？就难舍难分。然后你知道我妈使的头一招就是紫药水，妈妈涂紫药水，我一吃，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但是第二回更狠，给我涂辣椒水。就那样，我是告别了乳房。打那之后呢，我其实我有一种感觉，现在啊，把一个器官单列出来比大小。其实我告诉你，真的说胸部特别伟大的女的哈，我会觉得尴尬。你比如说咱一圈朋友聊天，是吗？其实是我跟你说，就跟看黄金甲的体会一样，就是说，你不是说我淫秽，而是说他那儿不是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几何形体，你就没办法看他的脸，你就躲，他就会分心。这样的话，你就没办法看脸，太那个了，是吧？他容易分心。你知道像这次的黄金甲里面，就是那个网友上面，然后有特别一个记者去采访说周杰伦，说你跟怎么周杰伦了？周杰大的抖，对对对，就访问他的时候，就说你跟巩俐对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他就说我都不敢看他。然后这个就是有一种，第一个是因为巩俐的身高比较高，然后他们那个服装的突出的效果，然后再加上你其实他是前辈嘛。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很对、就是、伟大的前辈，就是老师嘛，好，然后你就感觉上其实真的眼睛不敢正视，那个时候其实是尴尬的。用什么字比较好一点？胸、波、乳房、奶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上身。徐老师，你说的真有意思，我还琢磨到这点。当我们呢对一个东西表示忌讳、表示避讳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啊对它的指称啊。扩大一个范围，对，比如说乳房觉得不太好听，我们说胸部，对吧？
好比说你像咱们说下身下体脚趾头也算下身，嗯，但是呢你看谁都明白特指。而且我为什么讲这个，对，脚趾头发炎不会跑去看医生说我下身出了问题，对，我下体出了问题医生看看我下体生脚气了对，不是，我为什么想到这儿啊，我看的有限，说唐朝的时候确实是露胸，对吧，但是我看的很多的唐朝的画，我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观念啊不是这个碑，他画那个确实是个胸部，就是这儿是露到这儿，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胸线条啊，它是这么一个平缓的，它是这么一个平缓的，这我估计这种特别突出这么一个俩馒头的，会不会是一种西方的审美观念？马丹娜当初演唱会的时候，她就是做了两个非常突出的那个尖锥状的，然后在上面绑了两个小碎碎，记得吗？那套的衣服后来在网上拍卖，还要卖了一个非常多的价钱。然后后来其实是那个 Janet Jackson，然后不是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，不是在一个橄榄球的球赛上，哎，有照片，对对，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也造成了一股话题。那个比赛上说是据说是下好了套，你看这个咱不用打马赛克，因为他在那上面有套子，对对，他做好了准备，对，哎，就当后来接到很多投诉，对这个事情引起就在美国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吧？为什么不能容忍呢？是因为他是对所有观众的。没有足球比赛嘛，他分没有分年龄，他如果分年龄的话，他某种程度他是完全允许的。成年人是 OK。我们现在这个电影的大问题是没有分级制，所以这么多暴力啊，人性的黑暗啊，这应该最少最少要家长陪同才能看。目前这种商业运作、上下勾结这种做法，完全置广大青少年的精神利益于不顾。我在一篇博客里也看到类似的这个观点，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个大片哈。乱伦呐，这种特别阴暗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有全裸的，有这个就差一个点的瞪出来的这种，在大屏幕上几亿人看，但是呢，我们比如有些艺术片，你知道吗？剧情需要上个床或者谈搞点婚外恋，这个让你剪掉，这个叫导演让你剪掉，但是这个东西反而可以大光旗到这奶子镇。是不是？对，矛盾嘛，因为他背后可能有个意识形态需要，他如果这部片真像他计划的这样能达到10亿票房全世界，那就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，现在是有史以来投资最多的，将来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多的。那这个中国片如果能打进所谓国际市场，那个很多人觉得跟我们在奥运会拿金牌有点相似，所以有一种走向全球化的一种盲目热情，可是隐含在背后，就像你们刚才讲了一大堆关于这个波的问题，其实是一种文化尴尬。我告诉你，我去法国巴黎的老索邦这个学校，你真叫人羡慕啊！他就大学的讲堂啊，他是全部是木头的，走廊大理石的，然后就老师在前面讲心理学，这个天花板上面全是裸体的，就是文艺复兴的很多画啊，那就一大堆。你想这个学校的氛围就在这样当中，所以西方人他对人体的看法，他不是今天一天两天，他2000年从希腊到现在，没错。我们今天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。我们几千年不是这样的，你到尤其到清代宋代，你想宋以后根本是你要找大波，那都是工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男人关心女的那个时候都是脚啊，现在中国人是以前看脚的这种病态态度来看胸啊，这样胸怀祖国很大问题、啊、所以卖点嘛，他卖的就是这俩点嘛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照我的感觉，这个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挺有意思哈。就据我的观察，真正有实力的这个大的哈，反而啊，他女性的衣服很有意思，反而往往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你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。但是实际上就是心里有自信，他真大的这个不大明显，反而是那种经常那个假冒伪劣的那种，就是他衣服看上去特别大的，往往其实啊很点儿。不，秀媛，我问个问题啊，女人如果身体是天然的条件，会不会就会影响自己的性格？我觉得会耶。其实第一个就是，我觉得在这种男性的这个社会氛围里边，以前我小时候的教育的时候，爸爸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穿得太露，不能够显露你的特征，然后又小心很多的危险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然后你现在像，尤其是我们做这个演艺事业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争取很多的曝光机会，很多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觉得。
是以画面为取舍，那在这个时候你的竞争力其实就跟别人有的拼了，然后你就会在某些时候上其实会对你心理上产生我这个部分不行，所以我一定要从其他的地方我跟你拼了、你知道这个地方其实它就对你自己的身材上面，然后你的自信心会打一点折扣。 我有个朋友说过，我是没有这种感性经验，他交友比较多了、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女孩子对他好的程度跟他胸部的这个尺寸呢、成反比的，就是胸部越大的人越没感情，是这样子说吗？就越比较容易冷淡高傲，你够不上，而且脾气坏，而且不肯，就是说总而言之是成反比、当然不要走到极端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但是我不知道个性也有关系啊，形状这好说说。 我们有一个搜集的调查，比如说像是你那个梨形的啊，就是属于这种人是很热爱，就追求爱情，但他对上床没有什么兴趣。还有所谓的西瓜型的呢，这个凤梨西瓜，对，西瓜是大那巨乳症吧，巨乳症，对，就像这个、西瓜怎么了，是自卑啊，他有的时候他觉得他太大了、反而他其实就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不是性冷感，他会觉得男人碰到我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压抑啊，他一直受伤害。然后还有橘子型啊、柚子型啊，每一种个性他都有分析、那其实我觉得用这些形状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道理，像刚刚那个 Janet Jackson、你看他是属于什么型，他应该是属于柚子型，柚子型，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就是性欲强，然后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了啊，我只是说、然后他是很勇于表现自己，然后对于那种吸引异性的企图心是很强的。这个审美观念真有意思，就人觉得什么好看，其实几十年就变了。你比如说我在古代的书里边我看哈，中国人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东西，一般就有一个词儿，那字儿念什么呀？好像辣椒的椒啊，舒乳啊，还是娇乳啊？经常在古代小说里这么描写，而且中国古代人好像比较重视手感。就是说那个滑腻如纸啊，他比较注意这种触觉的这种东西，要有弹性啊，所以现在做溢乳的假奶都要做得很真呐、那个感觉。就是我之前去好像是紫禁城哪一个小部分有一个牌子中间。